来清迈跨年去哪儿？当然首选就是要去清迈的塔佩门。现在我就在塔佩门的外围，里边已经挤满了人，非常的嗨。那我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2022到2023的跨年的塔佩门烟花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走吧。泰国时间的11:04，整个塔佩门外边的这个塔佩街已经人山人海了，你们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完全是挪不动道的一个状态啊！我觉得这可能是塔佩门最火爆的一天。天上边这个飘着的就是孔明灯，原本是在天灯节的时候才可以放孔明灯，但是今天在跨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这儿放孔明灯，哇，真的太美了。现在此刻我已经听到了塔佩门的这个舞台上面的声音，我很期待塔佩门今天晚上的跨年和他的烟花秀。完全挤不进去，但是我还是要带你们一块儿去看一下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现在舞台正在那个表演跨年的这个节目，我们往这边走。政府的领导人，然后他们过来了。这个是清迈的市长。哎呀，他所乐队什么之类的唱的非常的嗨，你看天上边在搭配这个天灯，就是特别有新年的气氛。清迈塔佩门的非常热闹的烟花吗？2023年你们准备来清迈玩吗？欢迎大家来清迈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